掠到一打。即马啊，伫对这博物馆来到遮，就是基德城上古的这教堂。这百多年前啊，起起来这教堂。即马啊，咱看，这就是纽西兰、澳洲啊，大家相当那个崇拜，而且科学顺长，而且长寿，而且伫这教堂后前面向教堂。这个村长下卡，这鸟啊，可能是不好，啊！这科技村长啊来发现到这纽西兰带人类来在山边生存，啊，放鸟仔，伊会把它电放鸟仔。而且啊，几乎一些交通，还有些电车。这就是一个纪念科学成就的一个场景。
基督城的这观光全部结束，现在咧欢迎你阿伯来机场，坐飞机要来北岛、南岛的旅游高车也全部结束。飞机是1:45，啊，飞往这维仁顿。Thank you.